安省賓頓市兩年之前撞死母女四人案，21歲嘅男司機被控危險駕駛導致他人死亡同不清醒駕駛罪名成立，判監17年。陳文立報導。被告 Brady Robertson 判監17年同停牌34年，由於在等候審訊期間還押，實際服刑14年零2個月。他承認四項危險駕駛導致他人死亡，家屬批評判刑太輕，控方原本提出入獄23年同終身吊銷駕駛執照，辯方就反對，認為應該判入獄7年。被告又否認四項毒後不清醒駕駛，並提出相關法例違憲，不過上個月被駁回。法官亦話，事發之後45分鐘，被告嘅每毫升血液四興大麻酚含量有40奈克，比法例規定嘅上限超出8倍，因此裁定四項毒後不清醒駕駛罪名成立。事發喺2020年6月18號，被告喺賓頓市揸車撞死四母女。事發前，被告喺2年半內收到15張違例告票。